查米，我龙爷。OK， 早。早安。行了，不要以为暗炮跟暗斗是那么长那么累，我们这次比较轻松一点啦。对啊。那带一个 Skywalker， 然后呢配上紫剑之牙，那一样六十克嘛。希望今天有好的成绩。梨子有没有信心？有。OK， 没有问题。那就让我们 Let Go。现在要跟他沟通一下，今天浪这么大，为什么要跑出来玩呢？ Hello， 把他矫正啊，把他矫正，跟他聊一下天。在水里面看起来比较大只。对，他今天为什么要跑出来呢？今天其实风很大，要打屁屁。然后他整个身形应该是有。应该是有被吓到哦，颜色有变，对不对？那有吓到一点，颜色会变哎，好特别。不然来一下，我跟他沟通看看。今天这个是龙爷钓到的，那现在他其实还活着，那可能问他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心情。今天呢，其实我们用的是 Skyward 天行者，今天钓到的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现在心情如何？为什么钓我？为什么钓我？你为什么钓我？可能今天天气就刚好剩你而已。我来回应了。OK， 继续。谢谢。找兄弟姐妹，丢到手软了。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是。那你呢？我觉得你的那个服装是蛮特别的啦。对对对对对。为什么你的救生圈是直接这样穿在身上的？哦，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今天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今天的时候呢，我先去便利商店，那他们其实希望我能帮他们工商一下了，对啊，那既然如此，那我帮就帮他们工商一下好了。欧文姐，太久了，没有啊，是今天浪太大，然后整个海水整个刚好洗到，然后灌进来。对，现在还是以安全为重，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的时候继续挑战。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紫电之牙山，也喜欢的紫电之牙山。Skywalker，Skywalker， 噔噔噔噔噔。是在演哪出？没有，原力啊。好，超爱自娱玩，超爱自娱玩。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。来喽！哦，坐，补一枪，再开，对，没错。不要，有，对，快下，没有，我跟着。哦，是往下钻的吗？是往下钻的，对不对？掉了啊，好可惜哦。哇，紫电之牙就是不一样，有点猛。好可惜。你放了一只，那我们可以休息半小时了。好可惜哦。是手感如何？什么手感？烘干，因为往下钻。Hello，Open。他手可能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可惜哦，多过两个，我一个你一个。OK，Sorry 哦，大家。OK 啊，没关系，接下来给你满满的暗炮技。OK， 那就这样啦。OK，拜。拜。有了，终于！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